嗨，我是 James， 我是 BFO 的 Director。 我们公司位于在 Banda Kirada 部中，我们公司主要的是售卖油烟机、火炉、烤箱、风扇、卫浴产品、热水器等等。目前我们公司有三间分行，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持续在不同的地方开拓更多的分行。当我中学毕业后，我就来到这个城市打工。经过八年的打工生涯，在某一天有位老板娘问道，你想不想当老板啊？我就毫无顾虑的就答应了。当时我被派到印尼开厂，从事制造童装行业，由采购 production 到成品都是我一手包办的。当时我也学会了做生意和管理的知识，所以我想把这份经验带到 BFO 这个平台，想着打拼自己的一番事业的同时，也能为团队带来创业的机会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奋斗出不一样的人生。是当我在 JB 分行工作的时候，埋头苦干了五年，生意做到最高峰的时候，万万没想到一场无情的大火把我的心血给烧尽了。当时我受到很大的打击，感觉一夜之间我的人生掉进谷底。一直到2018年，我老板向我提出转卖 BFO 的生意，虽然那时候我的经济不允许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坚持的信念一定会成功。就这样，在13个月内我终于拿下了 BFO。 是因为 Sense 的产品无论是外观或设计都很高雅时尚，功能出众，彻底解决厨房的油烟问题，有绝对的品质保证。 Sense 不一样的是它的专属自动清洗油烟机功能，而且也获得了 Malaysia Book of Record 的认证。期待 Sense 可以针对顾客的期盼研发更多的家电产品。 BFO 的目标是会在全马扩展更多的分行，并且在未来往更多的领域发展。骄傲是胜利的敌人，努力是成功的朋友。做生意要有危机感，要有胆量，善待于人，那成功就是必然的。